家早上好，今天是泰国的泼水节。今天呢我就分享一些化妆还有穿搭还有出去玩的一些视频吧。化妆前一定要擦好防晒，做好隔离，隔离还是很重要的，形成一层膜，然后你化化妆品的时候呢，它就不会渗透到你的毛孔里去。今天就浅浅的打个底就好了，因为出去肯定是要被泼水嘛，所以就不用化太浓的妆啦。今天就浅浅的给睫毛打个底，我们用防水的睫毛膏，我用的是 Kiss Me 的，还有这个很好用，这个卸妆都卸不掉的，勉强能卸掉。眼线我也是用 Kiss Me 的话 ，Kiss Me 的是真的特别防水。不能用这个做假睫毛，整体的妆容就是这个样子啦，就不画腮红了，因为有中间还是会画掉。这是今天的穿搭，就是吧。每年的4月14、13到17号都是他们的送甘节节日，然后当街上会有很多人带着泼水啊之类的，代表送上美好的祝福。今天我们要去考山路去泼水啦。你有什么感受吗？真的很新奇，很好玩，而且感受到泰国人民的热情，他们对这个传统节日是非常的有仪式感，正式吧。那你明年还玩吗？玩，继续玩。好，一起，拜拜。